师傅，我是你的什么？你是我的优乐美呀。啊，这只是奶茶。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了呀。是心动啊！再亲自丢进锅里了哟。天凉了，喝杯姜茶暖暖身子。今日招牌打油茶，做好了叫你哈。油茶好了，喝个姜茶也能手痛，算了，那也别浪费。